此豪宅位于洛杉矶地区钻石八的 The Country 豪华社区内，正所谓大隐于市。此宅四周豪宅林立，却又各自隐匿在郁郁葱葱的园林景观之中。宏伟森严的铁门保护，对许多住在附近的国际娱乐明星和商贾名流来说，也是个未知秘境。坐落在6710平方米的开阔地块，拥有929平米的活动面积，6间卧室套房，10间浴室，对有幸体验过它豪华气派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套豪宅，更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品。穿过精美的铁艺大门，富丽堂皇的门廊通道和高耸的天花板，Schoenbeck 品牌吊灯以及意大利进口手工定制家具映入眼帘，可谓是视觉的享受。房屋在设计上极其讲究舒适性，设计师以提供最顶级的度假体验为初衷，使住户能在其中享尽幸福奢华生活。您可以在气派的游泳池旁度过休闲时光，在附设的户外 BBQ 区域与亲朋好友一起烧烤，欣赏静谧的锦鲤池，打沙滩排球，在娱乐室里打台球，和在耗资30万美元打造的家庭影音室里观看电影，或桑拿浴室里放松身心，这些在这个私人热带天堂中皆可享受。这座精致气派的豪宅从内到外处处透露出优美典雅的气息和大隐于市的气质。快来 The Country 一探究竟，位于3067 Windmill Drive 的私人豪宅，让您知道什么是桃花源林。